是中国海军航空兵，已接近五点空，立即停航，将遭到拦截。This is China Mobile Air on guard.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ese airspace. Taking long flight immediately. All will be in the cabin.本身是一名军人，然后又是一名医生，还是一名党员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责无旁贷吧。我们应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。想你，我也想你们。我觉得作为共产党员，我们任何时候就要冲锋在前，把人民的财产生命守护好，把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守护好，保卫他们的家园。在干活的时候就用左手，左手没劲儿的话然后就用右手。现在我们的战士要自己垫出一条一米的路。我们就是觉得有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到了，这个是有毕生的信心。